你骗人，你不是说你钻石吗？怎么才黄金呢？怎么我大号钻石啊？那你能带动我吗？这不是我的号。那咱俩来切磋一下呗。我打不过你啊。是呗，我感觉你挺厉害的。你这么强。我很菜的。是什么经典的吧，打经典兄弟打的是。那我们先打完经典再切磋吧。打经典吧。那你能带我飞吗？好，那好吧。你比我强。你比我强。你都巅峰了，好像。这不是我的号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是不是主播呀，哥们？哎呀，你主播吗？我不是主播呀，我操，撞米多了。这个是黄威。是谁呀？我操，是黄威吗？这谁有黄威呀？这个呀。完了。我操，真的。怎么办呢？要不我们退吧。我操，小丑，我操，不要退，不要退。那好吧，我感觉这边要掉大分呢。操，小丑。哥，你能给我染枪皮吗？哥，我哪来的枪皮啊？你应该有枪皮，哥，你给我染个枪皮呗，我菜的要死。我操，你竟然是优选香肠，我操，为什么我是优选香肠啊？你牛逼啊！我们去狗分吧，我怎么去？我们去狗分吧。啊，去九桶山，不去。去我地方，走，没关系。不去，我不去不去。放弃了。去狗飞，去实验室。我真服了，实验室在哪？这么远啊？对呀、啊，打不过的。别开玩笑了，你很强的。我一点都不强，跟着我呀。跳过去，跳一地。你怎么飘过去啊？过去，我飘不过去。呀，你看黄威，集灭哪个队？哥，你咋这么强？哥，你家优选香肠。我很菜的。哥，给我染个枪皮吧，哥。好的。哥，你这号多少钱租的？应该是你的吧？我不是，我租的，一天。我操！一天5块钱。我操，这么有钱！一天5块钱，还多吗？太贵了，我微信里只有200多了，完穷的要死。我操！这号主原来说一天收10块的，结果我被他砍价。我直接砍了一半，你知道吗？哥，带我吃鸡呗，哥。你带我指甲，我做了，我很菜的。我也很菜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打不过呀。试试吧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人有时候很强，有时候特别菜那种。那你快点变强，来这里张武圣卡，你拿你拿。没事，武圣你拿吧。我不要，我要拿雪女，我怕死，我打不过。哥，你是主播吧，哥？我不是主播，我说的这号是我租来的，这好像是个主播的号吧？哥，你叫啥名字？我去搜搜你。哥，不要装了，我也是主播。哥，你也是主播？哥，我在看直播呢。哥，我直播间里讲你是主播，真的假的？谁是主播？我不是主播，我很菜的，我租来的号。我直播间讲的，哥。这是主播的号呀。哎呀，黄威没了，完了，怎么办？我直播间有200个人，哥们，你别动我，我他们都讲这主播的号。你叫啥名字？我去搜搜你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不是主播。这号主叫啥名字？你直播间200个人。对呀、啊，很少了，240个。这么牛逼吗？这是我粉丝号的，怎么？哥，我卡 bug 了，哥，我卡 bug 了。不是，你不要叫我哥，我叫你哥呀，哥。你叫啥？我不知道，我又不是主播，这个号主好像叫。你告诉我呗，你这个租号这个号主。多少粉丝？怎么被打了？我不知道，别没了呀，我打不过的。牛逼，直接死！哎呀，这还有个人。我操！我要被打了。哥，这个号主叫啥名字？我去搜搜。号主叫橘子院长吧？叫院长。对，叫橘子院长吧？我不太清楚呀。我好像刷到过他。是吧？他很菜的。他还好吧？挺厉害的。厉害个鬼，他都租号了，他不打经典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去给你点关注。打完就把跟你讲呗。你现在跟 我怕尴尬。你现在跟我讲呗。你直播间200个人，你是个大主播。我不是主播，我小主播。你小主播，你直播间200个人。现在都叫到190了。那个橘子院长的直播间就2-3个人。对，你多少粉丝啊，哥？我没粉丝啊，我又不是主播。那个号主什么粉丝啊？号主我不知道。我要去抢空投，我要去抢空投，我要抢空投。六啊，我搜了，就是你吧？什么就是我呀？你在说什么我呀？空投给我呗。我不要，我好久没玩手炮了。手套吗？对啊，手炮呀，李奶奶家的大灯泡。你谁呀？你告诉我呀。你猜呀？我不知道呀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去看看呢。我很菜，我好菜呀，这个连接给我吧，我好久没上分了。我小主播，你这把能带我上分吗？那你多大？你不是说我初中生吗？那我开车，哥。哦，好，你看，我是你司机的，哎，大主播，我是你司机。
这边还有人，我最喜欢打这些小白马了，我只配打这个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哥回关没哥？怎么回关呀？我刚刚不是已经关注你吗？我拿着后主的号。我那个粉快手回关。那你去找他呀，你给他发私信呢、啊。我又不知道。那是啥名字来着？橘子院长，对院长。哎，是院长还是园长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不是院长就是院长。哥，你现在看直播，哥，你现在看直播，去搜索呗。啊，我又不是主播，我开什么直播？哎呀，那有人，我们去打他吗？我打不过，我怕我打不过怎么办？被击倒，我要被打了啊！我救，我怎么救啊？我打不过呀！哥，我要死了！哎呀，哎，他被我撞死了耶！救救我，救救我！你不要在车里，救我！红黑岩，红黑岩，红黑岩兄弟，我打不过。你怎么才能打我？相信你，奥利给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牛逼！哎呀，就打不过，还好我把他撞死了。我只是个小主播哥，你是大主播。谁是大主播？我不是主播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就主播，我看了。他抢我人机。怎么厉不厉害？你就那样吧。什么你就那样？那你自己枪毙了他吧。这个没难过，我还不如。有人他就骗我，就是你还搁那骗我，谁骗你啊？那我都看你视频了哥。哥有人哦，是你是吧？哥就是你，你大主播17万粉丝。哎呀，我打不过打不过。哎呦我操，哥你17万粉丝啊？谁17万粉丝啊？你呀、啊、就是你的声音我听见过，我操！遇到大主播，我没有。哎呀，我打不过。就是你这声音，大主播，主播。这好多白板啊！我真的不是，我这号是我租来的，一天5块钱。我真服了，主播不要逗我了，行不行？就是我真没有。主播，我要上素材。你不是直播间200个人吗？对啊。对啊，我也想上素材，我好菜啊！你这把能带我上分吗？你带我上分，哥，大主播你好啊！你带我上分，你大主播能懂吗？17万粉丝，视频刚刚好看。正好我说了，我租过来的，你偏要不信。我用我手机给你看看。等一下哥，要橘子园长，我知道。我不叫，我都说了这号是租来的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橘子啊，我长岛顶尖男神是吗？啊，长岛顶级的神是吧？长岛顶尖男神是他吗？是他吗？就是你哥，别装了哥，我知道。哥也刷到过你视频了。哥他是那个长岛顶尖男神那个橘子吗？你就是，我听见你声音了，一模一样，你只不过是降档了。太有实力了，主播！你才是主播呀！我听说那个橘子院长直播间才3个人。我偶像括号口都10万加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橘子院长直播间3个人。带我吃鸡，聊吧，发个视频去装一下，艾特你。是吧？你能带我吃鸡吗？可以啊。你是大主播哥，哥下把还单挑吗？哥，哥。我试试，哥能送我一个飞高高吗？我飞高高都圆满的。哥，你知道怎么免费得飞高高吗？我想免费蹭一个飞高高。我不知道呀。我想免费得一个，主要是太穷了，懂吧？没钱。我也没有。我你知道吗？那个橘子院长他老坑了，这号1天5块钱，我直接把我低保全拿出来了，知道吗？他要1天5块钱，我让他1天1块钱，他不干。有人，哥这里有人，哥。哥让我打呗，哥我要上分。哥你快打，你快打，我打不过。后面有人，等我一下。直接给我坐下，你后面我打前面，我给你从天上还来一个。哥我打不过，哥没了，哥七面八方没有人，哥。哥那怎么办呢？我打不过呀。哥你怎么没带我吃亏大哥？我大主播，完了呀。哥我没了，哥我没了，哥